你爱他，是吧？我是说爱明明，你可以承担他的一生吗？我以前从来都不知道，他一直都在替我讨好别人，甚至有一点卑微。他既然想要保护我，想要对我好的话，那就不要那么早死啊！我们现在是把变异细胞做清除，只是在手术过程当中，有些癌细胞的位置很不容易处理，贸然动刀可能会有很高的失败风险，所以你们可能要评估一下，或者是说等吴先生醒过来之后再询问他个人的意见。够了没啊？我们已经哎呦哎呦，已经两夜了哎。他每天早上固定会传染长辈图，也没传来啊。明明，赶快起来了！你还躺在这里，快点起来啊！你跟卢董真的是你们啊？怎么会有这个？早餐店拿的。不是，我是说，怎么会被写成这样？保利集团董事长与过气女星孙敏敏相约变装做双人运动。哈，你们还穿制服哦？不是那样的啦，是他为了弥补我没有过的学生生活，他特别安排的。是哪个王八蛋记者写的？刘嘉诚谁啊？哎，上面还说你怀孕呢。啊，哪有怀孕乱讲，你就是最近吃很多而已啊。我只是骨架大。对，不实报道。好了，不要看了，我拿去还。不要看了。哎，等一下。很久没有上封面，我看一下照片好不好看。啊，你还是拿去还。哎呀，好，不要想了，好。这些记者一天到晚就在这边乱写，真的是莫名其妙。哦，那个报道的确是有点夸张了。你来找我什么事啊？嗯，可能还是要跟你报告一下现在公司的状况啦。仙人掌的事情，你们是不是每一个人来一次就要跟我说一次啊？那爸，你不用担心，我们会把公司的事情处理好，您就多多休息。好，哦，那个鲈鱼汤趁热喝，我帮你把它舀出来了。不用了。啊。你就先去忙你的吧。那我再过来，好好休息。嗯。和手术都有一定的风险。不要像我妈一样丢下我就好。你不是狂粉吧？我不是狂粉，我是普粉，普通粉丝。那普通粉丝，我们结婚吧。
所以你一定要活下来哦。